西藏康波56周的那个三月，反正就是我们3月10号活动，今天有办，因为3月8号是因为在台湾，因为礼拜天的关系可能会比较多人有时间，所以我们办的8号，平常是3月10号是吧？但是3月10号也是一定有活动，因为对我们藏人的角度来讲，3月10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管3月10号是什么日子，我们一定会办3月10号的活动。那今天游行，因为我希望有比较多的人会参加，所以有拿这个礼拜天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办在这边，3月10号的游行在3月8号。然后在应该全世界知道，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是非常非常，人权的糟糕，基本的人权也没有在西藏里面的，所以我们15万个西藏人，差不多15万个西藏人在国外，在民主国家上，那我们觉得我们的责任。一定要提到西藏里面的问题，要提到在人权的国家上啊，所以我们每年会办3月10号的活动，要让台湾人、让世界知道在西藏里面的状况啊。那西藏里面的状况来讲，西藏人完全没有自由跟民主，所以他们是表达为了自己的身体自焚，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西藏里面，他们的希望也是可能在。他们自焚之后，可能全世界联合国啊，要关心西藏里面的人权跟自由、民主这些等等。所以呢，我们在国外的西藏人是要一定要提到他们的想法跟这些。所以不止在台湾，世界各地有这个活动，所有的西藏人要办这个活动，未来要了解西藏的状况。现在我们其实中国境内已经有135个人以自焚的方式来进行对于中国土地镇压的抗议。那其中大家知道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其中有21位是女性。那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在我们游行出发之前，我们可以在现场的群众大家以默哀1分钟的方式，为这些牺牲的朋友的生命，然后来进行一个哀悼的仪式。那接下来我们默哀之后，我们就会请大家在我们唱如何的这个西藏的国歌，然后我们的游行就会出发。街头的台湾人民，今天是西藏抗暴50周年，无数的西藏人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只是为了追求西藏人基本的人权、尊严、自由跟宗教文化的保存，但是他们遭受到残酷的打压跟屠杀，这种残酷的打压跟屠杀几乎是一灭种的行为。在56年来，有这样多的葡国人民选择用最迟钝的方式，包括这几年用自焚的方式来抗议中国的暴政。面对中国的屠杀，中国解放军的血腥镇压，他们没有办法自由地走在街头，街头只有荷枪实弹的军队随时准备扫射他们。当你了解这样的状况，你怎么能忍心看着这种情况发生，而不挺身而出捍卫西藏人的自由？请大家现在就地躺下，躺在马路上，我们用躺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来表达我们对于这些牺牲的朋友们的悼念以及归思。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现在游行参与游行的朋友们就地躺下？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其实这样的一个日本的人口里面，其实有20几位都是女性。当我们今天可以在台北的街头上面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享受着自由的言论，还有宗教的信仰，但是我们的西藏的朋友却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办法。
法回家，他们没有办法悬挂达赖喇嘛的图像，他们也没有办法带着任何跟吐蕃西藏国情有关的贴纸、文宣，或者是讲任何跟这个相关的事情，因为这样就是违法，会遭到白名。诸位，我们年轻的伙伴，你们看到的是西藏吐蕃创造56周年的大游行。各位我们逛新了他的市民，这场大游行每一年都会在台北街头来举办，不只是台北街头，还包括了我们全世界各大城市支持吐蕃人民的伙伴，都会在今天走到街头，都会三月十号的时候走到街头支持吐蕃人民要回家。每一年不管是三月十号或者是今天3月8号，事实上所有全世界爱好和平、我们支持人权的朋友都会走上街头，我们支持吐蕃人民可以自由的回家。各位，这是多么卑微的要求，这是多么卑微的请求，但是这条路也已经走了56年，56年来有多少的吐蕃人民他们牺牲自己的生命只为了要回家。今天的三月十号的活动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活动是什么发现？今天活动发现的意思，那个目的就是说，那个在西藏1959年56年前发生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因为那个中共非法进入控制西藏，然后为了这个西藏人就有反对，就是那个目的是这样。然后这个有两个这个影响有两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代表说那个西藏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从这个抗议就看出来。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西藏是不是一个中国的部分，因为中国也不是一个西藏的部分。这两个事情从这个三月十号的活动大家都要纪念，我们今天要来纪念这个日子，就是我们要不要纪念说要抗议，不是要抗议，我们真正的要纪念是历史上有什么东西，历史上有什么正确的事情，这个我们要再纪念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两个事情是这个是不是那个说说讲讲的，这个是在历史上就我们可以学到。所以呢，我喜欢那个今天来到所谓的那个自己西藏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台湾人非那个非政府的主席，说我代表所谓的那个台湾的西藏人要感谢，很感谢你们，谢谢。Free Tibet!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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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bet!在喇嘛，大喇嘛要回家，西藏是西藏人的，西藏是西藏人的。